听到黄金亚博馆今年首次联合台北双溪国小挑战布袋戏演出，最后一场在北港，虽然拄着落雨天，也是一点啊也无影响民众来看戏的心情。在戏吗？在戏，龙大。来，会送蝙蝠布哦，可以来看蝙蝠布袋戏。要看布袋戏呀、啊！欢迎。好，谢谢你。下雨怎么还是要过来？因为很好看啊。气候不是最主要因素，大家最主要的是说，小孩子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其实气候绝对不是家长的那个啦。能够对这种地方上的这种黄金蝙蝠的保育有所帮助，所以我们这次我们台湾永续联盟在林务局的赞助之下呢，在很多地方都陆陆续续开始在做这种黄金蝙蝠的布袋戏的展出。参与演出上客国小都好校长以及主任拢是婚龄子弟，对着婚龄地方生态环境是一点啊也无差分。特别以黄金亚博为主角，要甲大家讲亚博所面对的环境威胁。他来到我们镇诶，定定伫厝内底烧物件放乌诶，咱飞去田诶遐，甲伊食一顿土白羹。蝙蝠来改编成一个剧情，变成是黄金蝙蝠侠。啊，他用黄金蝙蝠侠，然后来行侠仗义。双溪国小精彩表演，让台下民众看个真特别。黄金亚博馆也要送出金币的小礼物。我们会有那个蝙蝠 Q&A 的时间，那里面呢会有送很多有关黄金蝙蝠的一些文创产品。如果你来不及参加这次活动的时候，我们在6月9号、10号还有更大的一些场次，分别会在斗六、虎尾跟水林地区做一个展演。现在黄金亚博馆除了介绍亚博生态，也让学生发挥创意，推出各种文创商品，包括蝙蝠的头巾，包括黄金蝙蝠的布偶，它的那个牌椅就是夜明砂，那还有一些蝙蝠的一些书籍、灯笼、扑克牌等等，还纸浮雕，这些文创商品都是我们自己所独创的。用布袋戏结合环保议题，让布袋戏演出更加有教育意义。现在黄金亚博馆也将保护生态观念延续给后一代，让学生发挥思考，也互相鼓励，让婚龄人对生态看到改变希望。记者李嘉山，长报道。